會先飛吉隆坡，再飛新加坡。去吉隆坡咧，我哋會去雙子塔購物城、千禧星光大道、馬六甲等等嘅。咁去新加坡咧，就會去環球影城玩遊覽聖火塔，仲會遊船河嘅。今次嘅計劃咧，將會係同我最佳拍檔媽媽一齊去嘅。平日同媽媽從長計議咧，係乜都做到嘅，所以我相信媽媽咧會足夠我哋玩到豐富行程，仲要豪華。